快了耶！哇，切第二块披萨，切切切切第三块，切了第四块披萨，哇，第五块、第六块全部切光光了。那老板，你会把披萨再装起来吗？哇，这个在烤肉哎，那个肉太硬了。跟着朋友一起，一二三四，一起去冒险。狗爹狗可以烤一个蛋糕吗？那这个锅子要煮饭，我要煮一些汤。我要煮这个汤。煮一个苹果，老板，肉要煮熟哦，不然吃了会肚子痛哦。哦，你好像妈妈一样啊，在煮肉。隔壁的妹妹要在煮汤。哦，你好像一个老板，是光头老板吗？